台姐不能往中间挤哦，防守才会进去中间，听得懂吗？然后对，好，然后你要看一下对角位置，好，前方如果他看到他的角度像这个，大力一点，你今天很多斜对角都传太轻了。太远了，旺旺看一下射的位置，看一下角度啊，等一下卢文准备啊，卢文先回传，进凯往旁边带走，对，起脚起脚射，进凯要赶射门哦，海杰你的位置，海杰你的位置，吴佑恩你的位置，海杰到左边来接球，吴佑恩拖，海杰拿球，凯乐你要看海杰的位置，你不要只有看斜对方，海杰这边是空的，你可以给他射啊，进凯拿球，你新装也太远了吧，新装吗？新装哦，我靠，都是老子五百，为什么他会跑那么远？一点，十二点集合啊！啊哈，没事没事。用手丢，不要忘记哦。攻那边。有。放出来了，旺旺，好球！这谁传的？磊明对不对？很好，不错啊！你看，海杰，左边进去射门，你有射吗？欸、有射进吗？刚刚哎，早上啊、哦，我现在是说这一场，海杰不要挤过去。吴佑二，你是哪一个位置的？拉开了。拿走换边，换边了，雷米换边了，好球，可以，哇哇，听好了，
没有人，我讲过什么？金凯这个好球，妹妹，左边空的，不要再往右边了 ，OK？ 看一下，旺旺，这种球是挺好在射，你为什么要直接射呢？给你那么好的机会。凯乐，站稳再射，站稳再射，不要急。海杰，动起来！吴佑二，你位置是搞不清楚状况，是不是啊？换边，太慢了。吴佑二在哪？头海杰看，转头看一下，对，再来过。哎哎哎！不要担心射门，射了。靖凯动作要再快一点，回来，靖凯怎么做？靖凯可以射门就早点射，你要叫他回传给你啊，海杰，积极一点，积极一点，是不是啊？OK，起脚了，雷鸣，你要跟那个谁，靖凯拉开，你不能挤在太近。然后那个谁，旺旺，如果海杰是在前面的话，你怎么又冲过去拿嘞？对不对？旺旺，你有没有看到？刚刚他是在你前面，他离他最近是你，他要去拿，怎么是你拿？听得懂吗，旺旺？对，你已经进去了。如果进去了，我们自己乌龙水的话，这就算了。对，什么没有？有啊，那个什么有吗？乌龙水没有。射准，射准啊！没关系，再来，再来。海杰，你等下会换到箭头，你等下要去前面射门啊。你要射门，我看你射门，不是传球。封左边，封左边，你在那边看干嘛？你怎么跑过去在那边看呢？换边了，再传，旺旺传。射了一脚，回回回！不要这么近传球，射了，控好就射。太慢了。凯乐，不要汪汪，凯乐，不要每次带，然后跟那么队友那么近才要传，对不对？来，那个谁，汪汪，到左边来，过来左边，
去见他，拉开。你是箭头，海杰，你是箭头，海杰，你是箭头啦，箭头那是后卫，前面最前面才是箭头，你要去哪里啦？海杰，箭头最前面那个位置啦，前锋，前锋，你在那边干嘛？这是后卫，这个是后卫，你要去前锋。你过来，你过来，你是来睡觉是不是啊？前锋是什么？前锋是什么？最前面那是中间，旺旺的位置是前锋，你就是去旺旺的位置，听不懂吗？去。旺旺，你是左边，不要看我，看我干嘛啦？射了，射了！海杰要来接球。不要再退后了，你退后干嘛？你要去最前面射门，你不是一直退后？后卫已经有后卫了。不用啊，你要传给谁？你这样传他接得到吗？来，海杰，回到左边，旺旺，旺旺去右边，雷鸣去箭头，雷鸣去箭头，雷鸣去箭头。你等一下看一下雷鸣怎么跑，他是最前面那一只啊。左边你要看球，你要看球。团结看过，可以过就要过。等一下，放，等一下，往往下来，往下来，然后，那边是箭头，你要最前面哦。海杰，动起来，跟早上一样，你可以射门的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俊凯，等一下跟旺旺讲哦。回传的时候要注意哦，你不要跟他太近哦。海杰封左边。旺旺。你管他几球、哦、重点是上场你们要踢好。一
Okay, I'll be quite solid.海杰，你是哪一个位置的？你为什么跑去后卫前面呢、啊？不要再挤过去了。海杰再拉开。海杰拉开，给。海杰二杆。海杰，你看那么多球，你可以拿去射门的，你都不，人家都多想要进球啊！你不想进就下来，你不想踢就下来，要不要踢？要不要踢？那就给我动起来啊！啊，有没有听到？箭头怎么变旺旺箭头了？不要再往人踢了，旺！旺旺下来，旺旺下来。你进去后卫，跑步啦，右后，去。知道为什么换你下来吗？第一个不传球，第二个呢？在一直往人踢，一直往人挤，你觉得你挤得过吗？你挤得挤过？为什么不拿走？为什么不拿走？讲多少次了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听到？给他换。看空间在哪里，可以给出来，换边。再传，控好就射，射。太慢了，可以射门，海杰。太远了啦，这怎么射啦？不要一直看我，想就对，我看，看我，听到？封他路线，封他路线，对，过来啊！海杰，海杰拉开，海杰拉开。海杰，不要挤那么近，你要拉开，他传给你，你早一点拉开的时候，你就有空间了。你站那么近，防守跟你近不近，对不对？你这样子的话，你就不要踢了，你就下来。进来前面对。去抓，去抓他，他都会给左边队。积极一点，哎，越快你就有机会进球了啊！你为什么要给雷明呢？你离球比较近还是雷明离球比较近？对啊，对不对？上去一点，上去一点，你不要一直退。
来，凯特下来。丙中中，中中，箭头，中间那一个，对。OK， 好球，喝个水，然后你要判断人都过去的时候怎么办？进过去的时候就要去找空间出来，传你的队友就机会，你就有助攻的机会。出来，他们我们进球了，对不对？就是助攻。但是像有很多机会是你可以自己射门，就不要一定要传球，这不是助攻。然后过的时候，你太长没有带人，你看他们都会一直追着球跑，所以你看你一拿球，他们全部都挤过去，所以这边就空的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如果你要进球的话，你要拉开，北明一拿球，你拉开之后一传，你就可以进去了，懂不懂？下来啊！背心脱掉，给易凯。背心脱掉，给易凯。拿水。